乾为阳，坤为阴，天为阳，地为阴，太极往复，乾坤合一，无极不灭，生生不息。师祖，玉京已经明白心如止水了。以往我执念太深，急于去从别人口中弄清真相，反而是深陷其中难以自拔。如今弟子会继续追寻真相，不管结果是对是错，我都会坦然面对。武当山最重要的东西就在这里，最重要的东西藏在这里。终归原处，终归原处，一切回到原点，一切都在原处。哦，那我们快找找暗格或者密室什么的。不用找了，这藏经阁都是由无相掌门亲自布阵的，若是没有提示，很难在这茫茫书海中找到东西的。那怎么办呀？哎，你手里面的字条不就是提示吗？以化而生，又化而死，解其天涛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了？你明白什么了？就在这里。这里，根据无相掌门的提示，是先生后死，先找到生门，然后再入死门，解其天涛，堕其天智，分乎晚乎，魂魄将亡。这是乾卦所在的位置。这辈子最恨人家在我面前提这个老字，你会不会说话呀你？我再说一遍啊，你老！你这个老女人敢打我！巧儿，哼，你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你这么没有家教，我替你爹娘好好管教管教你。你说呀，这么能说你怎么不说了？说说呀！好了，五娘，正事儿要紧呢。臭丫头。真当我没脾气呢？哎，我先看。嗯，好了，放回来吧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，他们只说让我们拿纯阳无极攻心法，没有说要拿这个七十二路夺命剑法呀。到底还是你精啊。那当然了。哎，嗯。这就对了。哎，二爷，我们就这么走了吗？不给两位姑娘留点什么？那怎么行？二爷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你们两个要干嘛？Thank you.
只可惜啊，这俩丫头一会儿就要变成灰了。香灰。走。郑天罡。唐二，这么大的人欺负两个小丫头，丢人。老贼，还我剑谱。臭婆娘，真是贼喊捉贼呀。姑娘，走。是我郑铁岗的孙女吗？连半个婆子都对付不了。是他们先偷取我们的，是他们先暗算我们的。郑爷爷，对啊，快走，走。你们去了这么长时间，着火前可有发现？没有。差一点就有，只可恨那个郑铁岗突然间冒出来。是啊，我们二人不是他的对手，苦战了一个多时辰，都未能阻止他放火。啊，我们费了好大力气，从火里抢出这个盒子，未经掌门许可，不敢擅自打开。哇！这是武当的初级剑谱。连初入山门的孩子都会。怎么会这样？啊，一定是阴谋，一定是陷阱，他们故意故弄玄虚，故意让我们拿错剑谱的。是，这全都是无效的阴谋，他宁可全都给烧了，也不会留给咱们。不像已经如此都有我，休怪我不念同门情分。来人，传令下去，把武当山所有人带到演武场去。是。你，父亲，你说吴亮和吴相反目，你说吴亮对你是言听计从，也都是阴谋吗？父亲大人，吴亮本已完全投靠我们，因为我答应让他做掌门，现在父亲亲任掌门，吴亮便没有投靠我们的动机。父亲大人，孩儿认为吴亮与吴相反目不是阴谋。好吧，吴亮交给我，你去对付独行大盗，郑铁岗就交给你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是是。藏经阁毁了。放心吧，孩子们，咱们早晚重建藏经阁。爷爷，现在满山都是锦衣卫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。好，走。走。休想走！快下山，爷爷！快走！这山上山下都是我们的人，你们往哪儿跑？不自量力，那我就先解决了你。走，走！乔儿，他们人多，咱们得
去帮衬爷爷。他们不是我爷爷的对手，我们在反而给爷爷添乱了。快走吧。看不出来，你这老叫花子还有点能耐。少废话，放马过来。你以为你把我们带到了这儿，那两个小姑娘就能顺利下山吗？疯婆子，你以为我的孩子们是被你吓大的？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？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了。别跟他废话。呀，不跟你们玩了。追追。你们这是想往哪儿跑啊？乔儿，别管我，你快跑！蒙一雨，你一个大男人抓女人算什么本事？你放了水灵姐，还敢聒噪？快走！你打不过他的，你快跑！嗯。水灵姐，你等我，我去找爷爷。停，停下！玉京，怎么停下来了？不行，我眼皮一直跳，我还是放心不下我姐。就为这事儿，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？你姐姐和不悔师太在一起。再说了，郑老前辈和巧儿也在呢，没事。掉头，挥舞当山，我要回去接我姐。且慢，玉京，你以为现在的武当山是你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就凭你的身手，莫非是想让蓝姑娘来保护你？我现在剑法是有些差。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在这里停留几日，切磋剑法。等你剑法有所进步，我便陪你一起回武当山，去接蓝姑娘，怎么样？好，往前去。就好，就撤，撤。据说武当最精华的剑谱都不在藏经阁内存放，可有此事？的确如此，之前呢一直由老无相一手掌管。纯阳无极攻心法呢？这个呢是武当至宝，自然也在老无相手中。那他现在在何处？这个贫道并不知晓。老无相定是早就做了安排，我再想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呐。贫道呢倒是有些许线索。讲。前几日无相曾经密会徒孙蓝玉京，假借逐出山门的名义早早安排逃走，这无极宫的下落会不会与这小子有关呢？蓝玉京去向何处？听不及说他去了少林。少林？哎呀，这蓝玉京素来顽劣，前几日呢因偷食红丸导致内力失衡，受了内伤，若想救其性命，需学得调理内息之法，而此法只有少林才有。我又输了，玉京。
想打赢我，那是三两天的事儿。东方大哥，巧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！吴相掌门先逝了，某苍浪占领了武当山，而且武当山所有的弟子都被他抓起来了。师祖爷爷先逝了。不行，我得找谋苍浪报仇去。玉静，不行，你不能去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蓝玉静，就凭你现在的身手，怎么为吴相掌门报仇？武当将亡，我身为武当弟子，难道就眼睁睁坐视不理吗？玉静，蓝玉静，你怎么还不清醒？无量长老不欺道长，不毁师太，他们哪个武功不比你高强？他们也救不了武当，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回去只有死路一条。就是死，我也要死在武当山上。你不能回去。玉静，你不能去，爷爷千叮咛万嘱咐，你不能回武当山。我怎么也得再见师祖爷爷一面啊，他老人家养了我那么多年，我不能不忠不孝。你呀，早就不明白吴相长老的一番苦心，他逐你下山就是为了让你远离是非之地，可你呢，偏偏要回去送死，你连他老人家最后一番苦心也辜负了吗？啊！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懂，你不能冲动，冲动就做傻事情了。我怎么也得给他老人家送终呀。巧儿，没事。师祖爷爷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晴儿可怎么办呀？爹娘也死了，你也死了，往后武当山我还能依靠谁呀？蓝玉静，说过剑法进步了才能走，这话你全忘了吗？滚开，别管我。东方亮，我跟你拼了。你连我都打不赢，有什么资格跟谋苍狼拼命？东方亮，你混蛋，放开少爷。你玉静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东方大哥，师祖死的冤枉，我不能给他送终，我这辈子都不能心安。吴相长门在乎你这点礼仪，他交代给你的重任你完成了多少？你承诺了却没有本事兑现，这才真的让他死不瞑目呢，你知道吗？吴相长门的死是有意义的，他是为了武当死的，他老人家之所以这么做，是为了保全武当数代弟子的生命，保全武当数代人的基业。可你呢，在武当白白活了18年，你为武当做了什么啊？所以说我是个废物，我是个废物。师祖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武当。好了好了，玉静，玉静，武当此难在劫难逃，我们现在如果回去也是无济于事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既然吴相掌门爷爷都不让我们再回武当山，一定有他们的道理。巧儿姑娘，你说的对，现在武当这么乱，蓝姑娘如何了？对了，我姐姐呢？我姐呢？我告诉你水灵姐的下落，你们两个千万不要冲动啊。我姐到底怎么了？她被蒙阴雨抓走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难怪我一直心里不安。玉静，你先别激动，待我们想想办法。等想出办法，我姐早就没命了。那也得先听巧儿把话说完呢。可以。谋苍浪他想要的是武当秘籍，这本秘籍不在水灵姐身上，所以说水灵姐现在是安全的，她暂时没有危险。原来他们是冲我来的，都怪我，
都是我不好，我害了我姐。乔儿，玉静，你们先去少林寺，我去武当山救蓝姑娘。万万不可！东方大哥，你不能回武当山。现在蒙一羽到处在派人抓你们，你如果现在回了武当山，不就等于是自投罗网了吗？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水灵姑娘不管呢。我们当然要救水灵姐了，我爷爷已经说了，他自会想办法，一定会救出水灵姐的。当真？当然，难道你不相信我爷爷吗？郑爷爷的武功没得说，爷爷已经跟我说好了，我们两个会时刻飞鸽传书，一旦救出了水灵姐，他会第一时间带水灵姐来和我们会合。玉京，这回你放心了吧。师祖在天之灵见证，今日起静儿定苦练武艺，完成师祖重托，再回武当为师祖报仇雪恨。东方大哥，你愿意替我纠正错误的剑法吗？玉京求你了。玉京啊，你我一同修习剑法便是。好。你要小心了，我马上就要使出白蛇吐信、神龙摆尾、钟馗仗剑、罗汉降龙了。来，接招！你这白蛇像白手，钟馗像小鬼，我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剑法。
苍松迎客。玉京，信念坚决，才可攻必克，战必胜。剑之要旨，乃随心而动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再来。东方大哥，你的武当剑法确实高明。这些日子，小弟得益匪浅，谢谢你了。玉京，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。大哥，你这个朋友，我交定了。谢够了没？好了。再来，东方大哥，我现在剑法可有进步。玉京啊，你现在的剑法突然间大有长进，这内功也精进了不少，定是你体内的红丸发生了作用吧。这次算我们打平了。东方大哥，几天前你说过，若是我真的进步了，就不再拦我回武当。你还想回去？嗯，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师祖了，就不会半途而废。现在首要任务是去少林寺治好我的内伤，然后再回来接我姐姐，一起去寻找当年血案的知情人。玉京，你不仅武艺大有长进，你的修为也精进不少啊。大哥，难为你和巧儿一番苦心了。对了，这个呢是我这些日子剑法长进的秘密，送给你了。武当七十二路夺命剑法。对，东方大哥，你处处替我着想，还陪我练剑，我当然要知恩图报了。好兄弟嘛，就要有福同享。玉京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东方亮的好兄弟。好。亮表哥，见性如雾，你我分别数余日，却如同数余载。望你见性后十二时辰内到白海城见我，不可晚分毫。否则，我将以死明志。表妹燕，这个鬼丫头，撤，撤！
我就在这儿等他12个时辰。不信他不来。小姐，若是东方公子不肯来呢？瞎说什么？他敢不来？他要是真不来的话，我就回昆仑山叫人，绑也要把他绑到我身边来。坐。客官，这座山应该就不远了。嗯，可算到了。已经到白海城了，你就再坚持几天，我们很快就能见到蓝玉京。你到底要拿我要挟他干什么？哼，不干什么。他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，只要他肯乖乖地把东西交给我，我保证不会伤你们性命。他能有什么你想要的东西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他没跟我说。我不会受你要挟的，若是信你，那样只会害了玉京。恐怕这由不得你吧。小心！
当剑谱，是蓝玉京给你的吗？看来这小子身上不光只有一本无极功啊。少废话，把剑谱还我。怎么可能？小心！小心！你还找了帮手？你没看他连我也射呀？这到底是你从哪儿招惹来的仇家？看来这妮子真生气了。看来你知晓对方的底细。我倒是有些好奇。说来你可能不信，这个仇家应该是来救我的。救你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再大的阵仗也没来的人的脾气可怕。哼！东方亮，你给我出来！玩几天？你知道我出来是为了什么？我知道了。怪不得武当山下你能够待一年，昆仑山顶却半天都留不得。你，哦，你是西门木的女儿？没错，我就是绿林盟主西门木之女。西门燕，原来是西门姑娘啊！久仰久仰，在下是牟一宇。牟一宇，别假惺惺了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这牟家少爷到底有什么本事，敢动我西门家的人。哼，丫头，你爹早已不在人世了，若是你爹真能把他的盟主之位带进棺材里，我还真怕你。少废话，你那爹削尖了脑袋要控制武当，想称霸武林呢。丢剑如断头，若依此理，你的这条命此时应该归我们了吧？表哥，抓他的人是我，剑还在我手里攥着呢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西门燕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走吧。多谢。西门燕，你不能放他走。站住！必须得我送你出去，他们才会放了你。不过我给你保证，只要有我在，
谁都不敢为难你。走。喜明燕。东方大哥。喜明燕。若是不放蒙一羽走，只怕武当山上便又要有人受难了。若依此理，更不能放他走，口作为人质才对啊。你也知道那谋苍浪有何等城府，是个什么毒辣心肠。若是他儿子有了危险，你觉得他还会放过那些无辜的道长吗？事情进展得如何了？大部分剑法心法都已记录完整，不齐道长也将七十二路夺命剑法演练过了。可惜的是，武当不传之秘纯阳无极功心法和无极掌却无一人传承。那是不是有人故意装作不懂？那倒是不像，为了让他们就范，我还有意出招去试探了一下，为此还杀了几个道士，可是始终不见他们出招啊。的确如此，许多弟子只是普通的习武而已，根本没有深造的能力。大人，这蓝玉京在下山之前呢，曾经密会过无相，这秘籍会不会是？掌门，少主飞鸽传书。拿来。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管我要帮手？伊宇那边好像出了点岔子，你们马上下山，火速赶去增援他。是。大人，你看此事是否我也带几个弟子前往呢？没有必要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办。是。来，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请。好，请。慢走啊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有座吗？有。来，里边请。就。哎，慢走。哎，您瞧瞧，都是刚到的。快点吧，看看吧。糟糕！看一看，再看看。公子，让开！表哥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跟不跟我回去？恕难从命。走，站住！你我从小青梅竹马，十多年的感情，竟然比不上一个你半路遇到的野女子。好好说话，动辄出言不逊，小心辱没了你们西门家的名声。我有辱门没？那你呢？撕毁婚约，背信弃义，你还记得你们东方家的家训吗？言信行果，这四个字。你守住哪个了？燕儿，我一直把你当做妹妹对待，自问这言行间不曾有半点因你误会的地方，这言信行果四个字我当得起。倒是你若再如此放肆，我这做兄长的便要带你母亲行训导之责了。想要管教我？启明，你闹够了没？表哥，你。
我们从小一起练功，你的招式我了如指掌，这攻破之法自然也很清楚。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？你小时候那么疼我，对我那么好，你什么事都让着我，你现在表哥不好，表哥错了啊！看这么多人在这儿呢，鞭子鞭子，鞭子给你啊！燕儿，别哭了啊！表哥，你真的不肯跟我回去吗？替我向姨母带句话，如今这天下动荡，武当派不能幸免，昆仑派亦难独善其身，还望姨母早日做打算呢。可是够了，志亮，我们走。西明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不肯跟我走，就是为了跟他相好。你瞎说什么？快把人放了！我没有瞎说，我告诉你，你我之间不成亲，便成仇。今天你这个宝贝人，我必须接走。如果你想救他的话，就乖乖跟我回去成亲。走，西明燕，西明燕，公子，公子，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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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拴好，好。啊，郑老前辈，你就这么放心让水灵跟他们走了？郑老前辈，您都知道了。你那个表妹太厉害了，旁人铁定是降不住她。她从小被娇惯坏了，我真拿她也没办法。那水灵呢？郑老前辈，您大可宽心，她虽然被娇惯坏了，但说到底她还是个善良的姑娘，不会伤害水灵分毫的。其实你是想让蓝水灵先去昆仑山躲一躲。这眼下武当派正与蓝家姐弟为难，若水灵跟随我们在外奔波，这处境十分凶险。昆仑派向来与牟家不和，牟苍朗绝不敢带弟子任意袭扰，因此晚辈觉得对于水灵姑娘而言，这昆仑山反倒是她的好去处。嗯，也不知西门夫人是什么态度。郑老前辈您大可宽心，这西门夫人向来明事理，
又深知自己女儿的脾气，绝不会任意偏袒的。只要水灵将事情的因由原本道出，西门夫人一定会尽力护持，不会让她吃苦的。嗯，如此甚好。正来前辈，您就放心吧，晚辈也是做过一番权衡之后才如此决定的。好，不错，年纪轻轻却颇有城府，比老头子想的还周全，这次算老头子我瞎操心了。多谢前辈谬赞。那接下来该作何打算呢？这晚辈之前败在牟一羽手下，这玉京慷慨相赠的72路夺命剑谱被他拿去了，晚辈心中好生愧疚，我必须先找到牟一羽夺回剑谱，再与玉京会合。你是想夺回剑谱？你大可使一招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之妙计。请前辈明示。那牟一羽这次的目标实为玉京，水灵只不过是他和玉京摊牌的筹码，那你在中途劫了蓝水灵，他肯定不会甘心。这前辈的意思是牟一羽要拿下玉京，必须向少室山而行，只要我暗中前行便不难寻到他。好啊，好，这昆仑山日后必出奇才。多谢前辈指路。好，那老夫便不管你是黄雀还是飞鹰了，毕竟我那边还有两只小蝉儿，更加不让我省心。走了，前辈慢走。嗯。18年前的乙庄大血案，确实是个谜团。好吧，我就告诉你。愿洗耳恭听。蓝玉京，你本不姓蓝，你的生父叫耿京氏，是两湖大侠何其武的二弟子。你的义父不齐，原名叫葛振军，是大弟子。你的母亲叫何玉燕，是何其武的独生女。当年何玉燕和葛振军原是有婚约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母亲却不顾廉耻，跟着二师兄耿京氏私奔跑了。什么？私奔了？嗯，两个人到了辽东，不仅背叛师门，还叛国，做了金国奸细。后来回到武当山，为努尔哈赤刺探军情。什么？我爹是叛国奸细？嗯，不错。可惜他们运气不好，事情败露，耿京氏就刺杀了你的外公何其武。那葛振军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他只好以门规处置了耿京氏。你母亲当时啊，刚刚才生下你，唉，不过却难产而死。何家满门就剩你一根独苗了。玉京，这女人的话信不得，我们不听她胡说八道，我们走了。哎，我怎么胡说八道了？五娘，你继续说。好好好，你别激动，别激动啊。葛振军呢，于心不忍，所以就把你带进武当山抚养成人。你不要再胡编乱造了。我怎么胡编乱造了？这可都是姑奶奶当年亲眼所见，绝无半句虚言，你们爱信不信。哎，你也是可怜的，糊里糊涂的白白活了这么些年。可怜的孩子。这不可能。常无娘，你闭嘴。嘿，嘴巴长在我身上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玉京，你别听他的。对了，你身上
是不是有那个无相真人的秘籍？你想干嘛呀？他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嘿，我在问他，又不是问你。我是为他好，你们懂不懂啊？身为叛徒之后，想要赎罪，那就赶紧乖乖的把秘籍交给他义父不齐，好替他父亲洗刷这个罪孽，懂吗？怎么回事？他发什么疯？老天爷作证，我可一根汗毛都没有动逃啊！可惜了，这山谷深不可测，掉下去肯定死无全尸了。可惜喽。雨晶，谢天谢地，多亏师祖给了他武当八宝紫金钉。这回你肯定不会死了。Thank you.
巧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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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！巧儿，巧儿，你醒醒啊！吃了是吗？巧儿，巧儿，你醒醒好吗？你是不是傻呀你？你给我吃干嘛呀你？你怎么办呀？巧儿，醒醒好吗？你别吓我！我没你我怎么办呀？巧儿，哎呀！救回来！倘若我能够弄到那本太乙玄门剑谱，再结合我的飞鹰剑，定能练得世间少有的独门剑法。到那时，天下第一剑一定是我东方亮。这小子，你一会儿快一会儿慢，是不是想溜？如果嫌我累赘的话，不如将我就地解决了吧。你既已如此恳切，我若不成全你，那岂不是我的过错了？师太，还请稍安勿躁啊。可是少主，某掌门是令我们去追击蓝玉京的。家父是令你来追击蓝玉京的，还是令你来助我一臂之力的？全凭少主吩咐。文一宇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当然是带你去少林寺去找蓝玉京了。我猜你应该比我还着急想见到他吧？哼，彼此，彼此。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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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。好冷。乔儿，你醒了，怎么样你？啊，我马上把你放下来。乔儿，你没事吧你？啊，乔儿，啊，玉京，啊，你不要再背着我到处乱跑，你颠得我都快散架。你忍忍啊，咱们出了山谷，我马上帮你找大夫帮你疗伤。我撑不住了，别，你自己走吧。不，我绝对不会撇下你的。再忍忍啊，巧儿，马上咱们就出去了啊啊！马上马上啊啊！好多燕子啊，那边一定有山洞，巧儿，咱们去看看去啊啊！你忍一下，马上走了啊！少主，前面就是少林寺的地界了。少主，我们在路上浪费了这么长时间，恐怕那蓝玉京早就进了山门了。是啊，不必着急，我们打个尖儿，歇口气再走也不迟。我们在时间上本来就不占先机，眼下更耽误不起。时机之妙不在于先，而是在于一个巧。少主言之有理，可是少主，我们带着东方少侠这个样子去少林寺，的确有点招摇。这样，陆寒，你和师太先去打听打听蓝玉京的下落，我们在四周看看什么情况。一个时辰后，我们在少林寺山门前会合。
遵命。但是这个东方亮怎么办？交由我看管便是。撤！撤！东方少侠，走吧。义父和师祖都用内功救过我，巧儿，不如我也给你试试吧。空空啊，白白习武十余载，身体却未曾，身体却没存到半点真气。啥？冷？好烫！哎呀，糟了！如此下去，怕是要患风寒了。这干脆也生不了火呀！哎，小孩，你等我一下啊！Yeah.
这些有毒，我喝了这蛇的血，这毒发作得更快。不对，这蛇血好像引发了我的魂丸之力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炸了。我现在只能按照师祖所说的运功之法，守住灵台一点，免得失去意识，伤了乔儿。没事吧？坚持一下，我马上给你生火啊！我说东方兄啊，你若是肯放下偏见，我倒是真想认你做个朋友。谢了，你我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牟家父子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功于心计，所有的行为也是光明正大，摆在台面上来说的。那你说，你父亲牟沧浪是如何暗中勾结朝廷权贵，夺取武当的？那不过是朝廷的任命罢了。要不是你们与朝廷权贵暗中勾结，这种好事会落在你们牟家头上。哼，愿只愿武当炼制的红丸害了皇上的性命，若不是我父亲在朝中百般斡旋，如今武当早已被官兵踏平，所有的弟子都得血祭先皇。那红丸是如何被换成毒药的？想必你们父子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你们保全了自己的功名利禄，却害死了无相真人，真是卑鄙啊。东方兄啊，你果真是个剑痴啊，除了练剑别的一窍不通。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老无相此前为了救玉京早已身怀重伤，命不久矣，而红丸案也需要一个替罪羊，不然这朝廷和武当的颜面也不好看。老无相选择一死来拯救武当，的确深明大义，我父亲也感念在心，只是此事想不到给我父亲惹来个骂名。你们父子一手遮天，惯用这种花言巧语迷惑世人，如此卑劣行径反倒被你粉饰成了功劳，可笑啊。东方兄啊，你也是个聪明人，你想想，若是我父亲真想灭了无相，怎么会选择在密谈时动手？那不是白白给自己惹嫌疑吗？雨晴，哎，巧儿，别急别急别急，我在呢，啊，你
怎么穿成这样？啊，刚才你一直喊冷，而且这块又没什么东西可以盖。你嘴巴上怎么那么多血啊？嗨，那还不是拜这位老兄所赐。蛇？不信你看，这从哪来的蛇？没想到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丫头，居然怕蛇呀！你别碰它！哎呀，你离我远一点。没事儿，你我肚子里现在全都是它的肉。你喂我吃了蛇肉？对呀，要不然你怎么那么快就好起来啊？哎呀！不是，就刚才啊，他还特别开心的趴在你的腿上呢。哎呀，别再说了，别再说了。你得感谢我，多亏我勇斗怪蛇才救了你的性命。哎，不信你看。傻瓜，被毒蛇咬了怎么能不处理伤口呢？好奇怪啊，你这伤口怎么这么快就结痂了？哎，这蛇可不是一般的蛇，刚才我跟蛇搏斗的时候喝了它的血，哎，没想到却引发了我体内的红丸之力。那岂不是会要了你的性命？哎呀，是啊，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呢，等我醒过来以后，哎，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四肢百骸无不舒爽，连这伤口都一点也不疼了。你看，哎，更厉害的是，你看我穿这么少，我一点儿都不冷。哇，那还真是挺神奇。快，这洞里怎么会有风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这个山洞啊，奇怪的很，每隔一会儿就会有风吹过来。我爷爷以前说过，若是山洞里面有风，那洞里面必定会有另外一个出口。我看这洞这么深，你有没有往里面走走看啊？刚才啊，我也是想进去来着，可是呢，一进去火把它就被风给吹灭了。再加上放心不下你啊。若遇毒蛇，百步之内必定会有解药。我看这蛇很神奇，这洞啊也很奇妙，也许洞里面有宝。哎，对。我们得想个办法进去才行，先找找看有没有机关。哎，好。你身上那个玄武令牌像不像？还真是啊！哎，哎，等一下！怎么了？一看你就没有江湖经验。万一这个地方有机关呢？如果忽然一下动塌了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又可以了？可以放了。嘿，女人还真是变得快啊！因为我忽然间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什么了？之前啊，我就觉得乾坤洞这三个字特别的耳熟。我刚忽然一下想到，我爷爷说过，乾卦是三横表阳，数卦表阴，则是坤卦，连起来写啊，就是一个风字。那这个洞就是。三风洞。嗨，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三风洞，还有这地方，难怪这么多年都没有人找得到。哎，那岂不是这里面就是三风真人的绝学了？我猜是会有的。之前我也不是很确定，
就在你刚刚要放玄武令牌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想到了。哎呦，巧儿，你可真聪明啊！好啦，别光夸我了，赶紧的。哎，好嘞。哇！哇！这洞里面还真是别有洞天啊！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看，哇，好神奇啊！哎，巧儿，咱们俩四处看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宝贝。巧儿，找到什么了吗？没有啊，再找找看。再仔细找找啊。费那么大劲，总不能什么都没有吧？会不会是我们来得太晚了，宝物都被别人拿走了？哎，巧儿。你病刚好，又折腾这么半天，你先坐下来吧。嗯，哎，来来来，啊，我先试一下，这水能不能喝？哦，哎，哎，你别动啊！你看那，啊？啊！我明白了，原来光照到水里面，字就会出现。嗯，看来这字是刻在水里面的。如此奇巧的机关，三丰老祖还真是煞费苦心呢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。为天下事，常德不特，复归于无极。纯阳无极功。一字不差，这确实是纯阳无极功总纲。哎，不过之前无相师祖给我的纯阳无极功心法只有下半部，实在无从练起，未曾想，真没想到，这纯阳无极功的全本竟然藏在这个地方。是啊。纯阳无极功，乃武当内丹修炼之无上法门。无极功法上部载无极掌，掌法刚猛，作纯阳之态，是为外功引导之术。下部载无极功，内修虚无，是为内功修炼之法，合称纯阳无极功。纯阳无极功自天人一始。第一式开始，便以外功为引导，以实现导引内功之目的。首先打通人体死穴36个，活穴72个，至此108个要害穴位打通。108个要穴，可报体内内力积聚，不畏冷暖。而后打通身体402个医用之穴。之后可保百病不生，百毒不侵，而能打通人体720个穴位者，古今未见。
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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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老朽百岁之后，打通七百穴，自知难以寸进，遂修筑此洞，篆刻公文，留于后人参悟。不过相传，若打通全身七百二十穴后，则可不生不灭，与天地同寿，至大象无形，道隐无名之境界。这纯阳无极功的确与武当的其他功法不同，难怪无人能练。这道家讲究的是修炼内丹，可这无极功他修炼虚无，虚无如何修炼啊？不过我奇怪的是啊，这墙上只写了所记载的内容，却没有记载修炼的法门。你让我看一下你的功法。撤！撤！这里面除了记载一些文字和这些符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这些符文看起来像蚯蚓一样，谁看得懂啊？师祖给我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样子了，根本就没办法练，我也只能是强行记下这里面的笔画。哇，这样你都记得住啊？嗨，我天生过目不忘。哇，不过我也是第一次记这种。你往高了看。哎，巧儿。玉江，来，来，肯定还有。再找找看。哎，巧儿，别动！这儿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明白了，这三个洞里面，一个是拳法套路，
一个是穴位的运行图，而最后一个则是将二者合一，目的是告诉练功者在练习拳法的时候如何导引内息，以达到打通穴位的目的。是的，现在就已经很清楚了。成功了，成功了。于坚，哇，你可真厉害，这拳法套路这么快就练熟了。这拳法真是精妙异常。哎，你看这天人一式，既是起式也是收式，可以周而复始地练下去，随着动作越来越快，内息也变得越来越快，等整条的经脉已经贯通以后，就会出现新的脉络。我现在36个死穴，72个活穴，已经通了一大多半了。一大多半啊？那你岂不是快要达到不畏冷暖的境界了？差不多。哇，好烫。看来你还是没练到。这不畏冷暖也不是不怕烫啊。哎呀，照你说这功法这么厉害，那不如我也练了喽。那样等我练成之后，我们俩出了这山洞，岂不是双剑合璧，天下无敌？好啊好啊，我教你。嗯，走走走。不练了不练了，我不要练了，我累死了。别呀，也许再练一会儿就会有感觉了。这是什么功啊，这么难练。我每次气运行到一半的时候就越来越虚弱，还没有到功法上所说的穴位，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越练人越不舒服。我可是越练越痛快呀。嗯，按照总纲上面说，这功法修炼的是虚无，而我有内力，所以说这功法不大适合我。你是说得没有练过内功的人才能练？按我的意思说，我的内功啊就相当于一个蓄满了水的水囊啊，而你呢就相当于一个只有一点点水的水囊，可是当你吃了红丸之后，你的水囊就变大了一些，然后喝了蛇血之后，就将红丸之力导入了经脉当中，所以啊，你的这个水囊当中就会有很大的空地。恰恰这个纯阳无极功修炼的不是水，而是这个空地。啊，难道说，无极功修炼的是能让我存储更多真气的地方？也不对，无极功的高明之处就在于，它可以让你这个地方变得可以自动吸纳天地的真气，需要多少补充多少，全凭自然。那真气岂不是就源源不绝了？嗯，所以啊，我自己现在有内力，这个功法我修炼不了。啊，哎，不对啊，张真人不是也修炼了吗？正常的修炼啊，就相当于蓄水，水越多囊越大，绝对没有空地。若真想要有空地啊，必须要自己散去功力。一般如果达不到张真人那样的功力啊，自行退功可是有性命之忧的。啊，哎呀，难怪张真人是百岁之后才打通700穴的。嗯，以他的能力如需百岁之后才能打通，可见他必然是回炉重造。嗯，有我现在的内功啊，根本就没有办法轻易驱散我自己的内力，我还是不要练了，你自己练吧。看来无相师祖虽然没有参透着纯阳无极功，可是想必也知道其中的一些法门，否则也不会将这无极功传给我呀。你呀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啊。对呀，我是非常幸运才得到张真人的真传呢。笨蛋，你幸运是因为遇到了我。你也很幸运啊。你像一个笨蛋一样，从武当山到这儿一直是我在指点你，你摔到悬崖的时候要不是我，
你笑什么？你幸运是因为我会一直保护你，永远都保护你。老公，你想保护我，你排第二，先练好你的功法吧。那第一是谁啊？好好吃你的蛇肉吧。哦，第一是郑爷爷，郑大侠。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爹就是个奸细，该死！不，他不是。师祖告诉过我，他不是。我亲眼所见，他就是。看。不要！天地交而万物通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。乾为阳，坤为阴，天为阳，地为阴，太极往复，乾坤合一，无极不灭，生生不息。师祖，玉京已经明白心如止水了。以往我执念太深，急于去从别人口中弄清真相，反而是深陷其中，难以自拔。如今弟子会继续追寻真相，不管结果是对是错，我都会坦然面对。玉京，你醒了。哦，我这回是真的醒了。我刚才都快担心死你了。
师父，本座闭关多少日了？约莫半月光景。是时候了。